龟山岛是许多民众出游的好选择，除了可以和海豚近距离互动，还可以观赏到美丽的牛奶海。没想到龟山岛在早上地震后，乌龟的左后爪、北爪部分崩塌，顶部被泥土覆盖，原本周遭清澈的海也受落石泥土影响，变得十分浑浊。龟山岛命运多舛，2021年2月，龟山岛八景之一的钟乳石岩进洞因为地震崩塌，洞口塞了大大小小的落石，10月宜兰2连震后又再次土石崩落。 落石疑似砸破硫磺烟口，导致龟山岛时隔16年重新喷出大量黄烟，烟不停窜出，直达2层楼高。 龟山岛是由层状极块岩所构成，同时也是一座活火山。龟山岛北爪再次崩塌，推测应该是连续几天地震，而且伴随连日的雨势，才会造成土质松动崩塌。记者林医生叶玉娜宜兰报道。 在煮饭的时候，我就使用过这个海皇 XO 干贝酱，还有多到这个十几道的这个严谨的工序里头呢，会有严选的大干贝，还有珍珠包跟石斑鱼的菲力入酱。现在购买记得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 717，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。